哪来的鸟人，敢来休息我？小人有眼不识泰山，一时冒犯了哥哥，此一杯敬送公明哥哥，望哥哥恕罪。猎户们整日守在景阳冈，十分辛苦，此前不如我带大人赏了他们。哥哥好福气，有了嫂嫂，这家也像个家了。一路上多劳你们二位，剩下的银子呢，你们带回去，我在牢里也没个花处，只是有事相求，别无他意。哎呀，有事你何不早说嘛？嫂嫂取笑，我武松哪像个出家人呢？嗨，我看却像。你呀，只管穿来给我看，不是兄弟不好，是这世道不干净，容不得你这样做人。难道天下就没有我武松容身之处吗？Come on!